大家好，我是家有四宝。今天又开始喂牛了，从昨天开始就不放牛了。开始喂这个青株草了。刚开始喂的时候是喂一半干草，喂一半这个青株草，让这个牛有个适应的过程。这头小牛是昨天生产的。这个大牛不是太胖，但是奶水挺好，这个小牛看着也挺精神。我们在给这个牛换草的时候，不要一下子换完，要慢慢的替换，让这个牛有个适应过程。要是换的太急的话，对这个牛的肠胃刺激太大，容易造成这个牛的拉稀。像我们这边这个，不算青株草，算黄株草，因为这个都是掰完玉米的玉米秸秆，水分都比较偏低，但是这个打包机弄出来的这个草，效果确实不错，因为这个玉米秸秆从地里边砍回来就直接粉碎打包了，制作过程非常短，所以保证了这个玉米秸秆的新鲜度，也保留了这个玉米秸秆的营养。这个黄株草闻着有股酸香味儿，这个牛特别愿意吃。加工的这个玉米秸秆，这个适口性更好了，这个营养的流失也降低了。营养价值要比干玉米这根高很多。外面这个小牛是隔开断奶的，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叫。这些小牛早就该断奶了，因为放牧，所以推迟了两个月。从昨天开始喂这个青株草以后，添上干玉米秸秆，这个牛都不怎么爱吃了，光等着让添这个青株草呢。因为这个青株草相对于这个干玉米秸秆来说要适口性好很多，营养价值也高很多，但是我们在喂这个青株草的时候要调整好这个牛的胃酸。看添上这个草以后，这个牛都开始抢着吃了。所以说我们有条件的话，这个玉米秸秆最好是要加工一下，既便于存放，又减少了这个营养的流失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